天地一百起。这次集训婚礼有20对新人，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啊都是律师。举办一次婚礼不容易啊，如果单个的一个月去搞，既费时啊又费钱。通过这样一次集体婚礼呢，能够精简办喜事，那大家在一起共同的祝福，我觉得是一场非常好的一个活动。感觉就是非常的庄重，然后就像我们从古代的历史长河中走下来一样。希望就是政府，然后能就是多多举办这种活动吧。